三四区西地狱有三个宝贝女儿，时常会在社群上和大家分享和女儿们互动的逗趣日常。近日，她惊喜晒出陪二女儿 Lily 参加毕业餐会的现场画面，只见她打扮得相当精致，抱着女儿满脸幸福，更小录一段女儿进场的画面，并在内文中感性写下：“以前动不动就要我抱的缠人镜，现在变成我动不动就要抱她的缠人镜，人生跟我十九岁时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我会独自一个人帅气的云游四海，现在能独自的吃八方云集，配一杯酒我就感恩了。”逗趣的发言让人赞叹。不愧是小 S， 然小 S 临着眼现身女儿的毕业餐会，引来不少网友纷纷惊呼：“巨星妈妈到场会不会太抢眼了？你们是同学吗？没死了啦！”